简单点。我的方式简单点。低级的情绪轻省一点，有故事的演员，别设计那些情节。到你们。咖啡和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，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，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，顺应时代的改变，看那些拙劣的表演，可你曾经那么好，干嘛演出细节，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，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。没意见，一言几言有限，又不用说感言，分开就挺感情，全站起来。看你爱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，该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，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，顺着别人的谎言，被动就不显得可怜，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，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，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。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，其实我也看出你有些不舍，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，还计较着什么，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，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，黑夜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，是否还值得？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今天在表演，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让人挑选，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，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，可你曾经那么好，干嘛演出细节，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，是因为爱我才选择表演。